欢迎来到收看最新一期《百变美秀》，我是边浩丹啊。OK， 所以今天呢，我现在人在 KLIA， 因为我们要去维也纳。OK， 这个叫做音乐之都啊，世界音乐之都啊。然后过后，今天跟我们一起去的有这个超马来西亚最强的 Piano Technician Anthony。我们这次会去德国啦、法国啦、意大利啦。OK， 所以这个是一个 vlog。所以跟你讲，刚才我们 check in 这个EVA Airline 啊，台湾的 Airline 的时候。他跟你讲说，他算你啊，他跟你讲 Euro 啊，你一天至少要带120块啊，怕你跳飞机啊，怕你跳飞机哦，所以你要带2000多 Euro 哎，就差不多10000块哎，保温有可以卡啊，就不需要了，是不是 ？OK， 好，我们先去 check in 先。终于来到一个地方是拐楼多过 A 片的，全部拐楼。我终于到维也纳了啦！你看，青色的美国呢，你看，好像 Subway 这样子。早上6点，早上6点在这边，完美一下机场。哇，坐了14个小时火车，我终于到维也纳了啦。OK， 现在是早上6点啊，马来西亚时间差不多2点这样子。两点了，哇！现在是它的 AirPod 很远，你晓得不？它像一个圈这样子，像一个圈这样子。OK， 好，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叫做 West Bahnhof 的地方。所以我现在刚刚到维也纳机场啊，你看我啊。OK， 现在早上7点，所以哦，我们要坐这辆巴士啊，7号巴士去这个 West Bahnhof 啊 ，West Bahnhof， 然后过后那个机。那个巴士票其实很贵价，80块一个人，哎，40块啦，40块一个人 ，OK， 所以这一个就是维也纳的，上巴士先。包肚歪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在吃着这一个早餐，因为我跟你讲很奇怪，今天星期六哦。反而是没有人了哦，早上你看那星期六早上啊，都是8点半才9点了，整条街没有什么人了。OK， 说只有这间早餐店开了，叫做 Backwork 的。OK， 说带大家看一下，你先进去，你先拿 coffee 先，拿 coffee， 然后哦，他这个都不用请bartender，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机器的。然后你看他的这些面包，我跟你讲，人家吃那啲嘢。我有点想呕了。哦，这个是一台琴来的，平常天哦，他们就开起来这样子弹，你知道吗？就是开起来弹嘛。那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为什么维也纳叫做音乐之都这样？就在附近哦 ，shopping mall 附近哦。现在要去钢琴店啊，现在。走路去，下雨天还好，穿这种就不怕了。Okay，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 Feel Rich， 英文是读 Feel Rich， 德文是读 Feirish，Feirish。OK，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台是 Universal 122 Universal 122还有 Universal 122全部这3架都是122，但是啊，声音很不一样嘞，因为做我 voicing 过啊，这个有一点比较亮的声音啊。像雅马哈这样的声音，然后这家呢，我的师傅啊 ，Mr. Stefan，OK，、okay? 这家的声音就比较 metal 了，因为这一家、啊、他讲是要去 Paris 的，这家去 Paris， 所以啊，他就调 Paris 人喜欢的那种声音，因为他自己是法国人呢、啊、，OK， 所以现在在蹲着这一家，然后这一家呢就是我的 favorite 啊，今天我很喜欢的这一台，因为他这家、啊、是这家跟这家的中间，这家跟这家的中间。这个是他们的这个 store 啊，像防空洞那样子的，真的。因为他们这个讲的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在这边人家躲在这一个地方啊。这个 grand piano 做 voicing， 这个真的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防空洞。突然间想弹琴，但是我不想弹那种百万级别的那种 Seaback Style 啊、Steinway 啊这些。来，我跟你讲，我只要弹琴了 ，OK， 然后过后又不想放一架琴这样明显给人家看到是一架琴，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做什么呢？我就给你们看一下 Foyric 这个牌子，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百多年历史的一台钢琴啊。在哪里？就在你眼前啊。在哪里？这个是新款 Foyric 啦， OK， 全新 Foyric， OK， 这一个，哎，你没有看过的。哎呀，突然间想弹琴就哎呀 ，OK， 所以就变成一台琴了。OK， 这一个是 Foyric 早期出的钢琴啊。OK， 可以看 close up 这边，你可以看它这边哦，它这边是有 speaker 的，这边是有 speaker 洞。然后这一个是放书的 ，Foyric， OK， 然后过后还 better 的，你 better 你看不到的，因为它隐藏到很好，看到它 better， 它就是不要给他知道这个是一台琴 ，OK， 所以我跟你讲，这一个是真的是一个很，但是为什么人家讲 Foyric innovation traditional， OK， 所以这一个应该在博物馆的 ，OK， 听一下它的声音啊。然后过后，这一个呢是 ivory key 啊，象牙 key 来的 ，OK， 象牙 key，ivory key， 象牙 key，OK，、okay? 然后过后你可以看里面的保养的状态，其实都很新 ，OK， 这一个它以前很早期百多年前的话，它的这个 foyric 的字是这样子，不起眼啊 ，OK， 所以当你弹完了过后，你要 set 的时候你就这样 ，OK， 这边有一个按这个顶上来。顶上来，就这样子收，它还变成一个球了吧？是真的是很像球。现在七点晚上，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 Steep Gas， 那这条街叫 Steep Gas， 所以 Gas 呢是小巷的意思啊。OK， 所以你看，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个 Christmas 的这个小街啊，因为这里很多这种小小的小。巴沙马拉面，很好吃。这样，这个是 Great Slovakia。这个晚上这样 happening 的那边，哎，他的那个一定要试哦，那个面包那个。Okay, 这个是叫做 Greek。斯洛伐克，也是这样。OK， 它这个是应该是羊肉啊，算是羊肉啊。好吃的，可以说。这真的真的。哇，它烤那个 cheese 啊，这混在那个 ham 那边。这个是刚才那个 cheese 淋上去的，撕下去。见老板，请吃 seven stunt brown with char siu。Cheers,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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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ers。所以这个是 Vienna 的夜晚啊 ，OK， 看那种 Christmas 的灯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去这一个。这个大老板的这个第二个 branch， 他在这边应该有五六个分行，所以我们去看那些比较够力的 concert， 哦，比较够力的 concert 哦。所以这边就是另外一个 building， 不懂我来到第几层了。总之这边呢，他的生意就是他租地方给人做很好的 soundproof， 给很好的钢琴，然后过后呢就很多房间了。够力的房间，这个应该是不知道第七第八层了。OK， 找一个房子空了 ，Yes。OK， 我们来随便看一下，哇，
随便都有 C back style， 哎呦！我不明白了，真的，这个生意怎样做啊？怎样回本呢？你要多久时间回本 ？It's the best Hoffman。Hoffman 也是很贵 ，Ben 又是另外一个款式哦。这个是比较小的款式哦。这个是又是 C back style， 又是一件一口的。Chinese music. 变成有钱人了，可以坐400个人。哎，你看上面，哎，你看到那种有钱人每次哦，他们有自己的房间呢，坐在里面这样。这全部是木来的。